好嚟啦！琴日我哋讲到呢、這、一个，等先我教大声少少，应该细声咗嘅。我戴埋 headphone 同埋要。好，各位晚上好。好啊，六个位。Hello， 叶卡老爸你好。我开波啦。這個呢好，咁啊，琴日咧就讲到嚟到呢一个嘅乜鬼嘢啊？這個嘅新的另一單案件啊，系啦，咁我就找到嗰個嘅点样行啊，呢、這、一个嘅路线要点样继续落去。咁原来咧又俾个文件佢，我唔记得俾呢个老板嘅文件俾一个阿锯锯睇嘅，所以咧啊依家就俾翻佢睇啦。可唔可以自己讲翻呢个读到？明明我之前好似听讲过嘅呢度，佢哋系专门咧对签约客户咧派呢个警卫小组嘅公司，因为工作性质关系咧，成日都有机会接触客户机密啊，而且什么？点讲咧？俾害人咧，佢系个咧咩视钱如命嘅人，即系一个好贪、好需要钱嘅，好重视钱啊！我做乜讲得咁开心？听讲佢咧做咗好多坏事，赚到好多钱啊！我都冇做好多坏事，但系都冇赚好多钱啊！佢成日都喺工作之余咧偷窥咧其他公司嘅机密啊，甚至咧卖啲秘密啊！啊，其实咧佢哋公司咧曾经咧负责过假面怪盗嘅保安工作嘅。但他们失败了，所以在这个业界度呢失去了信用啊。看来是个威胁幽作的人啊，真是读到没错。威胁他的人真是他啊。他就是这样。我应该就可以去玩哪里有什么特别先。跟住怪盗秘密基地好。拘留所啊。拘留所。好，休咗先，经警方嘅侦呢个系咪侦讯结束？系啊，即系你唔好抛弃我，你对我哋讲得呢个，因为嗰晚咧发生咗啊，嗰晚发生咗呢个苍蝇之户嘅盗窃等等，教大声啲先。好，喺同时咧，因为呢一个系恐吓信咧，你被叫到呢个 KB 保安公司，而喺 KB 嘅警卫公司咧，毒盗先生俾人杀咗啊！但系咧，呢个世界上咧，只有一位咧天蚕幽作啊！你嗰晚究竟做咗啲咩？可唔可以将真相话俾我听？好嘅，请讲。好，所以呢言主张自己系，我由琴日开始一直咁讲噶啦，讲得好肯定，令人听得唔系好舒服。唔系已经揭穿咗佢真面目嘅咩？就系呢个打靶仔，一早已经估到啦。哀牙，名侦探哀牙。追求咧，适合我呢个 T 才的对手咧，最终会导致自己咧都有呢个犯罪嘅可怜小丑啊！的确偷咗嘅并唔系我啊，所以嗰张相影到嘅真面目果然系埃牙侦探啦。案发当晚啊，我喺对方指定嘅时间咧前往呢个保安公司，因为咧我以前咧系员工嚟，所以我知道老板喺办公室喺边，敲我门但系冇人应我，所以我就用门禁卡打开，应该就系嗰时咧将银包整唔见嘅。咁容易整唔见呢啲嘢。多入到老板办公室呢，见到某个人企喺度。哦。然后呢个人呢忽然呢打咗头一下。係毒到先生。唔知呀，我仲未搞清楚呢个人呢就离开咗。而当我醒返吓一跳呢。借咗个遗体呢出现喺我眼前，即係俾人吓死。总之我当时喺度諗呢要赶快呢处理佢。所以就将佢移动到金库啊。OK。因为我以前是警卫队，所以知道呢嗰个金库点开。即刻走啦，当然係嗰一带呢全部都係监视器嘅，全部都係我识㗎。所以我知道点样走。情报堂个月听觉得呢佢就係犯人。冇讲得咁直接。好，听讲呢你係被呢一个嘅保安公司革职㗎喎。大概是一年前。阿龟呢件事冇话俾希华爹啦。好。太好啦。其实都冇好对 B 嘅，反正呢再点样隐瞒都係迟早被发现嘅。为什么你不告诉他，你说最真这些不光明正大的事，如果他知道我是犯罪，这些是怪到绝对不会原谅我的。
咁点解你仲要去做怪盗啊？因为希话咧用钱用得好狠啊，所以咧我需要一大笔钱。我除咗做怪盗之外，谂唔到其他方法吓、啊。你做假面怪盗，但系你有咩偷啊？你有咩偷啊？真系。hello 啊，蔡恩你好。我哋而家身上有咩法庭记录啊？系零嘅，咁即系话都系需要去揾人啦、啊。都是需要找人聊天吧。再下去地下室。嗯，这个地下室没事了。定是出事啲俾佢睇，应该出事啲嘢俾佢睇喎，咁样。睇个款式是出事俾佢睇喎。拘留所。出事嘢俾佢睇啦。呢份呢个咪我首次出击嘅报道，系佢啦。当时好险啊，第二咧俾人逼到绝境啊，所以但系最后咧怪盗都系走咗。报道上都有写咧，怪盗咧凭空消失过。因为我当然咧，因为当然我忽然上到一个好字，哇！一定系当时啊，定系就系将怪盗嘅衫咧塞入去附近垃圾桶啊，然后伪装成咧警卫，好犀利咧。等等先。呢张相嘅警卫就是优作先生，第一次犯照片中嘅警卫，我等入去垃圾桶嘅怪盗装咧，都系俾佢发现。嗯，好似最后将件衫带我翻去。收到第一封恐吓信。即系咩啊？即系原本怪盗系佢嚟嘅，系嘛？并唔系第一次收到恐吓信，不过今次呢个系第一次被叫到指定嘅地方。就艾马龙之类事件，有恐吓信寄到去我屋企嚟，话啲嘢系你偷咁样啊。上面仲有写住咧，有关键证据可以证明啊，我哋睇住你咧。好不容易偷到嘅宝石都被抢走啊！我将宝石放入对方指定嘅保险箱之后，对方送我100万俾我。从嗰时开始，我就会陆续收到咧对方寄嚟嘅计划书。计划书上面会指示偷呢一个宝冠啊，呢个画啊，艺术品嘅嘢嘅方法。连警卫嘅死过就逃生路线写得好清楚。系啊，由第二次之后咧，都唔系我自己谂啊，有个好贴心嘅人咧，帮我谂定晒。似乎好感谢要挟佢个人。OK， 所以话真正嘅假面就系佢啦。除咗佢之外，另外一个咧设计咗成个犯罪计划，即系话佢系嗰个侦探借咗佢个身份咧。一开头就系呢一个优作先系呢一个嘅怪盗，会将佢放入指定嘅保险箱，冇几耐咧就会收到笔钱嘅。根本冇见过嗰个户。即系依照计划书所写，然之后去执行计划，千真万确，但系唔可以同希华讲。杀害毒岛嘅唔系你啊，真系唔系我啊，我只系将咧老细嘅尸体搬入去呢个金库，好惊呢件事俾人发现啊，所以琴日先自首。如果法院咧认定我就系怪盗咧，咁我就有不在场嘅证明啦。OK， 但系呢一刻咧只能相信佢嘅讲法啦。追翻嚟咯，我即系会攞去俾大阿姨睇啊。冇问题啊，呢个系真嘅初遇之虎嘅。但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呢个粉红色斑点咧，似乎系邮差最近先有嘅啫。好，要好好调查，唔好忘记我嘅事。OK， 咁终于有呢一个啦，我哋就可以继续剧情啦。唱个咩唱歌？侦探攞咗佢嘅身份用啊，系啊，喺度 gas。应该就可以直接落去呢度啊。好。啊，小妹妹你嚟啦，你好。我一排冇见你，我去咗边啊？不过去调查呢个壶，系咁啊。仔细睇呢个壶，好似有啲奇怪，所以觉得咧能够解开其中秘密嘅线索。再一次调查，仲需要调查咩呢度？即刻 save 踢爆佢个大话啦！看招，好，
应该系开到啊嘛，试下先啦，冇所谓。啊，揿错掣添，救命！唔想揿错掣，系咪唱歌好好听啊？正，因为琴日嗰个系咩正常版啊。我系正常版呢一、這个，但系经已得知系真品。有个小妹妹好遗憾，呢、這个壶咧唔系假嘅，出秘已经调查过啦。咁啊，如果唔系假嘅话就太好啦。再次呢样嘢咧，一年前咧曾经跌烂过啊，而且最近呢几日系啊，点解你会知咧？呢个壶俾人跌烂咗噶？呢、這个海报应该系最近先印嘅啦，海报点会啊？喺搬到上面，喺被搬运之前咧，上面写住子宫喎，但系唔知点解咧，而家变翻咗公子嘅，咁就因为咧个壶俾人掟烂咗之后，修复嘅方式咧搞错咗啊！原来佢上面原本系写子宫啊，一啲冇发现啊，因为影呢张相嘅时候我唔系在场，呢、這个算系你最大嘅败笔啊！将真相话俾我听啦，呢、這个或者整烂，但系同我无关嘅，一定系咧影相嘅时候整烂咗，一定系咁啊！唉，有冇证明呢、這、一个？Oh no！ 呢个应该唔够咁样，系嘛？呢、這个应该唔够啦，咁样呢个要讲埋个环境。你好彩，睇嚟咧已经干咗好几日啦，充满谜团。呢、這个颜色咧同我壶上面嘅油漆一样噶喎。好，嗯，睇下先，嗯，佢唔系呢个啊，唔通？呢、這个壶，呢、這个上面都有粉红色嘅油漆咯。好，搞掂，呢、這个先系。跟住出事。OK， 里面做咗灵魂仲喺咪喺度，我烂咗好多次，系啊，烂咗好多次啊。一开头嘅时候已经放咗出去啦。不是假货呢、這个。好，跟住就系呢一幅嘅，佢一幅系广告相海报。OK， 跟住就系呢、這个。好，即系咩意思啊？个壶上面咧有粉红色嘅油漆，然之后咧喺呢个收纳壶嘅箱上面咧亦都有啲油漆，所以今日点啊？呢、這个壶咧系同个箱咧一齐跌落地仔嗰时咧一齐沾到呢个油漆嘅，呢度同唔同意啊？系啊，既然你同意，我谂剩低咧好简单啊！呢、這个箱咧嚟到咧地下仓库之后先跌落地，只要能够证明呢一点咧，等于证明个壶喺呢度跌烂，有咩证据可以证明啊？嗯，幅相。个壶喺呢度整烂，诶，喺呢个仓库跌烂过，因为呢个粉红色嘅渍咯，系嘛？哦，唔系，诶，系咪呢度？呢个箱。哦，咁真係应该嗰幅相有机会。啊，都唔係喎。做咩相啊？沧源之壶油漆。呢、這个唔係呢个海报。唔系喎，喂，我呢度系咪争一个啊？其实我有冇仲争嘢啊？睇睇先，呢度一个啦，系啦，呢度一个，咁啊一次我揾晒先啊，有机会系争一个咁样，会唔会？
会唔会呢？啊，呢度一个啦，呢度又七啦。Oh no！ 原来咁样啊嘛，同我估嘅完全一样，啊顶啊！又真痕迹，终于揾到呢个谜团啦。OK， 啊，睇下先，我哋身上有几多嘢而家？呢、這个啦，正方形啦，放嘅壶啦，啊，仓鼠之壶都有齐 ，OK， 搞掂你死紧啊你！你死硬嚟喺我面前讲大话。好，或者呢个系假货，有咩证明呢？呢个系呢个唔系假货，经已确认得知系真品啊！我哋有鉴定师出味，已经拎咗去鉴定咧。而家你会知呢个壶最近跌烂过，因为呢、這个，诶、欸、，Oh no！揿错咗添，揿错咗，唔系呢个，呢、這个，嗯 ，OK， 下一个一定系咧啲咩摄影人整烂过，跟住就系呢个箱，好，呢、這个壶上边咧有粉红色嘅油漆啊，然之后箱上边咧亦都沾咗一样嘅颜色嘅油漆，這個、壺呢个壶咧同个箱咧一齐跌落地下嘅时候咧一齐沾到呢个油漆嘅，同唔同意啊？咁样就好简单啦，个箱咧喺呢度整烂嘅，因为有呢个正方形嘅伤痕。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啦，我了解啦。呢、這个油漆咧布喺地下仓库嘅墙壁同埋地下，但地板上油漆嘅痕迹咧就缺咗一部分咯，系咪啊？我就将呢个箱咧拎去做比对之后咧，发现系完全吻合嘅，亦即系话呢个箱咧就喺嗰度跌烂嘅，而跌落去嘅时候放喺里面嘅壶咧都一齐跌烂咗。搞掂，就咁一个有灵魂嘅壶，系咁俾佢跌咗几次，搞掂。城堡堂式侦探，呢个 game 每一个 set 就系讲大话，系全部都讲大话。对唔住啊，我整烂个箱啊，我真系个差劲嘅女嘅，竟然想要隐瞒自己嘅失败，冇啲咁嘅事啦，系咪啊，小美？系啊，我可以理解嘅。呢个系两个星期前啊，喺海报影完之后咧，个壶送到你一日。原本谂住收埋喺仓库度嘅，抱住个箱嚟到地下仓库。哇！我唔小心咧，将我入边嘅油漆壶咧棘亲咧，摔咗一摔，就喺呢个时候，手上嘅箱都跌咗落地啊！我听到可怕嘅声咧，简直令我嘅飙冷汗。然之后我惊咧，打开个盖，呢一瞬间跌晒出嚟，碎片咧由里边咧跌晒出嚟咧。我当时嗌咗出嚟，应该感觉可以当想象到当时嘅情况，的确真少有可能会犯同样嘅错误，因为听到系个最重要嘅秘宝，所以好破好拼命咁样咧，需要修复佢。好在啲碎片都好大，应该收得好嘅。点解子宫会变成公子嘅？因为我唔知佢上面原本写咩，只咁睇应该系公子，系照正常咁睇嘅。出尾啊，出尾系砌咗子宫佢嚟嘅啊 ，OK。搞掂，但系我哋第一次嚟嘅时候咧，记得地下上冇呢痕迹噶，因为实在太难睇，所以咧我就利用黄金像遮住咗。我就系嗰个咧公子，呢、這个伶俐公子嘅像啦。我哋第一次嚟到呢个时间咧，系被偷走个夜晚嚟嘅。我时咧见唔到油漆痕啊，嗰个黄金像咧嗰日嘅中午左右咧寄嚟嘅，系从深山嘅灵场咧寄到嚟呢个仓库度，然后咧。那个黄金像佢大小啱啱好咧，可以遮住咧油漆嘅痕迹，所以我就放喺嗰度啦。哦，原来系咁。不过觉得有啲奇怪的地方。喺个壶被偷走第二日咧，我要再嚟睇嘅。当时嗰个黄金像被移动咗，所以你先睇到油漆嘅痕迹。的确系咁啊。即系佢想问边个移动？你知唔知呢件事啊？你话我唔知道，我就系为咗要遮住，我点可能仲可以喐佢啊？佢攞把剑嘅时候咩话？人像的确咧喺门附近啊，但系假日咧黄金像俾人移动，究竟系咩意義？点解咧？点解啊？我唔知道。不要皮，唔怕先，将灵魂冇咗，只系铺冇价就烂糊啊！系啊，仓鼠之壶系同凶杀案有关系。嗰晚咧，真正嘅怪盗咧系人喺呢个保安公司。咁点解呢度仲会出现另一位怪盗呢？客观嘅事实只系得到一个真相，就系、是、假扮。喺听日嘅凶杀案嘅法庭上咧，必须请嗰位假面怪盗再度登场。OK， 哼哼哼 ，OK OK， 准备嚟啦。
咁快要开庭啦要。涉暴动工，今日法庭咩睇唔切点，咁样太烦。你又讲咩？我话隔篱嘅法庭啊。今日柯牙侦探被审判嘅日子，柯牙侦探佢以假面怪在身翻行事都系需要开庭啦。咁快就要审啦，我都好想去听啊。反正啊，佢话佢翻翻去咧苍月之村咗，佢话修行咧已经暂停太耐。反正我呢种人。出面最近好像很认真地做修行，大概是因为一年前的事，请不要无事可以存在啊，邱作先生，反正这些人发杀人放火都没有人关心，不是没有这些事，邱作先生，难道人就是你杀的？不是啊，好，假面怪盗，这个才是真的假面怪盗。所以怪到佢咧第二次犯案，只系依照咧计划书行动。有人咧喺背后指示佢点样犯案，再偷走目标。我谂应该有嘅。总之咧，今日开庭咧最紧要就系速度。所以某啲理由咧唔快啲系麻烦嘅。OK， 搞掂。First time 嚟啦。啊，本月书铺啦，开始审理咧，铁闸一座一昂啊，辩科咧准备好啊，准备。只有一胆小鬼才会做啲咩事。好嘅，咁我哋咧即刻开始咧开场嘅陈述啦。沈部长好似已经习惯哥德啦，天才优作啦，仲太年轻，唔应该上战场。我只系想讲呢一样。你讲得好抽象，根本听唔明你讲咩喎。一个人咧，我去找麻烦啦。人生就系一个战场，整位咁嘅人生就应该依你行事。就系、是、咁样啦，听唔听得明嘅？好嘅，咁我哋咧先咧确认下成个案情嘅内容去物先。今日咧，沈会长好似成为一个老练嘅节目主持人。比如话咧，读到黑壁为佢系呢一个保安公司嘅老细啊。佢师弟由咧金库度揾到嘅时间13点啊，13日嘅早上9点。但系佢咧迟一日咧凌晨1点俾人杀害啦。而呢个时候现场有一只咧荡失路嘅猫喺度喊住求救。呢、這个就系咧坐喺嗰度嘅被告。咁啊，高德检察官请出全部咧第一位证人，唔使证人啊。我再咧规定自己咧唔可以饮超过17杯咖啡，然之后第一杯是真正嘅咖啡。啊，请召唤第一位证人。首先听下被告天差有作嘅证述。啊，被告你点睇下辩护人？如果由我咧被告担任证人咧，基本上对辩科不利嘅。好，以前咧千寻真帮我辩护嘅时候，第一个就系食补堂，同意俾我上刑讯台进行询问啊，好似因为信赖我。祖国未拆不当。好，是你做的是吧？是啊。不是这样啊。我还以为呢作为有史以来最短的判决时间。一直先生看他的样子不被定罪都难了。我想他超一开口呢就已经有罪一半了。好啦，唔同你计较。我话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如果老板唔系你杀嘅，你嗰日去做咩？呢、這个有啲难以开口，我想翻屋企。咁啊，即系针对呢部分咧进行证述。作为一个男人要懂得拍抹屁股。好，嗰日夜晚咧1点钟前往去到呢个保安公司嘅老细嘅办公室，因为收到一封信叫我去。其实嗰封恐吓信嚟，因为一年前喺嗰度嘅员工，所以我知道老板办公室嘅位置就系咁啊。不过一点啊，即系今次嘅犯案时间。弱者只能咧随波逐流，而强者咧就可以一口咧饮尽浪潮。今日咖啡都系好苦，同我命运一样。根本就系想揾藉口饮咖啡。OK， 嚟啦，讯问啊，疯狂追问女，一嚟已经等女。你啱啱话你凌晨1点冇错啊，系啊，我入老细嘅办公室，我有睇表。啊，唔系、啊，等阵先，我睇嗰个钟系咪真咧？即使个钟慢咗，亦都可能生理时钟。另外一点钟咧，咪就系被害人咧被杀嘅时间。呢、這个时间咧，想一齐饮杯咖啡都嫌太迟。收到封恐吓信，有人写信叫你去，系不过都系第一次咧收到咧指定地点嘅恐吓信。你有冇收过咧唔同类型嘅恐吓信？有啊，收到好多种。啊，唔系呢事之后再讲，你唔好乱讲嘢先得噶。继续追问，有呢封恐吓信写咗啲咩？你叫我攞500万去揾佢，原来系钱作为咧杀人动机已经足够啦。啊，低啲，我唔需要，我根本咧冇打算要俾钱佢。哦，系咁啊，因为咧我又冇啲咩俾人怕俾人知嘅秘密。呢、這个证词根本会成为好重要嘅证词啊。证人，请将而家呢一句咧加入你嘅证词入面。
OK， 好，被人威胁。你因为咩理由咧？被人威胁恐吓咧？好，阿信上面写住，如果唔想被人知道你执面目，我谂咩应该系我系 假面怪做呢件事咧。不过咧，我并冇咧俾老细捉到呢个把柄先系，冇俾老细。总之咧话咧，唔理咧其他人讲咩，我都唔会在意，只要希华愿意相信我就得啦。阿希华小姐咧，唯一唔相信优作就系假面怪道嘅人，所以咧恐吓我咧根本冇用嘅。咁你又照去，咁你又照去，因为你曾经系咧保安公司嘅警卫队长啊。系啊，队长你啊。但系咧，一年前咧，突然咧被公司炒咗，因为咧炒呢件事咧遗憾在心，已经足以咧作为呢个杀人动机。嗯，系咪应该改话题咧？被革职之后生活，被革职嘅理由唔好讲嘢。被革职之后嘅生活，被革职嘅理由，被革职嘅理由咧，我都唔知道。唉，吹下水嘛。被革职嘅理由系咩啊？你邱助，请帮你话俾我听咧，炒嘅理由啊？呢个因为就知道就唔好问啦。世界上真系多。是咩咁我都系。被告者进行证述，因为我需要钱。因为希华呢兴趣呢系使钱啊，只系靠呢人工呢根本呢唔够钱，所以我呢偷啲资料啊。啊保安公司呢掌握咗好多呢企业嘅保安资讯啊，再加上我系警卫队队长，你偷走其他卖俾其他人。呢件事后来俾老细发现，我就俾人炒咗。我总之唔问啦。我花好多力气呢请佢哋保密啊，处理成呢我自动离职啊。开除是什么意思？食武堂哥，如果有人呢令公司产生这个损失的话，作为惩罚而开除他，这句说话你记低，或者你会用到的。你偷我这个公司资料是真的？是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实，正将他加入证词。局势在对我们不利，应该是一定要不利吧？没理由他有得选啊。现在是做了什么事啊？你当然是为了满足希华的需求。哦、我喜欢洗钱的嗜好啊，希华没乱洗钱啊。希华呢他不知道呢已经被人炒了的。夫妻之间怎么可以有秘密呢？估不到呢都会谈论夫妻的关系。那些什么讨论。要不要追问他比较好啊。那么你又再追问先啦。你又说凌晨一点钟啊 ,ok。这里他没得追问，那么下一个。有人写信叫你去啊。哦，应该是这里啊。啊不是喎、啊。等。因为什么理由被人恐吓呢？咦哦，事到如今呢，这个说辞也行不通了。被害人呢被没办法证明呢被告呢就是这个假面怪盗。但事实上呢你是一年前偷走公司机密的犯人。好。事到如今呢他还有彼此真的很不合理。真的这样咩？窃取公司机密呢样嘢真係唔担心呢件事传出去。真的不怕，应该很害怕。照道理你应该好驚件事扬出去先係喎。如果扬出去嘅话。大姐陈博台律师，你身为一个律师做乜攻击被告啊？哼，男人呢总要经过一啲磨练才会成长。讲真冇错。咁就由我俾啲磨练你啦，好唔好律师。你主张俾我睇下证据先。唔希望窃取公司机密咧，一事公诸于世嘅理由系咩？而家无端端我要话佢嘅。阿先，唔希望窃取公司机密一事公诸于世嘅理由系，应该系呢个啊？唔想公诸于世嘅理由。一是呢幅，一是头先嗰幅。佢讲完啦，你读句气。好啦，我哋翻去原本嘅正常啦，冇喎，睇嚟系，定系有嘅其实。
但其实佢唔惊，我试下佢唔惊先。好，真的不怕。睇嚟佢即刻真系唔惊啦。啱啱又系我嚟嘅，咁真系有啦。OK， 口袋国家机密，越不利越有尽咯。为两样嘢唔系事业就系女人啊。所以其实呢一度我系谂紧咧，我系谂紧咧，如果佢真系唔惊嘅话咧，佢系唔会去，佢系唔会去嗰个乜鬼嘢咯。但系佢又要讲理由，啊，我唔记得咗个理由。不过啱啱教授讲起，我就知道了。但系佢话佢唔系一个使钱嘅人，好似啊系啦。呢一套我琴日听嘅唔系好一样啫，你应该好惊先系，好惊俾某个人得知你嘅秘密啫。某个人，天湛希华小姐，即系咧被告个太太啊。点讲起话呢个人啊？如果再唔出声，恐怕咧连工作都被抢走啦。冇错，佢太太就是一切嘅原因。呢个小弟咧为咗太太零用钱咧偷追公司嘅机密资料，俾人炒咗之后咧，又因为唔希望俾太太得知呢件事，遭到人恐吓。最后发生咗好啦，凶杀案啦。好，我唔揾到有人咁样批评我希华。好，睇嚟呢件事咧逐渐明朗啦。估唔到开定二十分钟就已经陷入咁不利咗。被告咧有充分嘅动机，为咗太太咧偷呢啲机密啊资料啊，然之后保护呢啲秘密嘅资料咧，而且杀人，可以话咧过度嘅爱咧所导致嘅悲剧。动机咧已经得到证明啦，我哋继续啦。昨晚咧喺命案现场发生咗啲咩？好 ，OK。当晚咧入咗老细办公室之后咧，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可疑嘅人影。呢个人咧发现咧由我头度打落去咧，令我成个人都晕咗。如果唔系咧，有着嗰样嘢咧，或者早就俾人打死嘅。而当我回过神嚟咧，就发现死咗嘅尸体冧咗喺度。哪样东西咩嚟噶？我都未听过嘅。记得昨天各位侦探都做过类似的证述，话咧被假面怪盗打后颅哥去大话，而柯日本身就是犯人。哼，即使模仿呢三类科嘢都啱唔到人嘅。我冇呃人啊，我真系俾人打嘅。你系咪咧讲大话咧？经过新闻就会知道啦。好啦，陈不多，你唔好对咧委托人手唔厚，手下留情。如果俾我发现你放水，我只好请你饮咖啡啦。OK， 嚟啦，我想听哪样嘢系咩嘅，就直接。你讲系哪个系？仲要解释系假面怪盗服装咯。等阵先，假面怪盗，诶、哎，冇同大家讲过咩？好啊，为咗保险起见咧，多日咧变装成怪盗嘅样貌啊，然后咧华丽咁降临到咧老板办公室度啊，吓，难得到，我都系第一次听咗呢啲嘢，呢、這个我都系第一次听。呢、這个小仔咧，总系咧中意咧隐瞒啲嘢。因为一直冇同大家讲，对唔住。OK， 总之我哋唔可以忽视咧，正系啱啱个证述啊，请你修正你嘅证述。好，点解你要着怪盗嘅衫嘅咧？因为我就系假面怪盗啊！你喺度讲咩话？假面怪盗喺隔篱受紧审，好似系咁啊！但系过一日，以为对方咧想利用假面怪盗嘅事恐吓我，所以我就觉得咧应该着件衫过去。怪盗嘅披风咧着嚟咧，其实唔系咁好活动啊，结果咧比想象中更嘥时间。比想象中更嘥时间。追问。不过你话嘥时间嘅系指咩？哦，好多嘢嗰件事咧，搬运系嘛？唔小心被金库嘅门夹到，就喺我将老细尸体塞入去金库。咩话？等先，你等阵。诶，系你将尸体咧搬入去呢个金库度噶？啊，系啊。咩话？点解咩理由啊？有啲咩理由？有啲咩意图啊？啲人咧几时咧会将啲底裤掉入去洗衣机？你又讲咩啊？那么咧只系得一个，就系咧除裤嘅时候，我都系听唔明你喺度噏乜，因为自己就系犯人，所以先将尸体塞入去金库。你想咁样讲啊？哼，你好聪明啊！我觉得每次打嗰啲比喻都好难明啊，唔妙嘅人唔通？被告啱啱讲嘅，你早我知道嘅。啊，系啊，冇错。你喺度做咩？点解系排挤我噶？即人，仲唔快啲将啱啱讲嘅嘢咧加入你嘅证述度？好嬲！
我唔使咗你三十分钟啊！点解你要？点解将尸体收入去咧？因为咧柜桶唔够大，收唔到尸体。我扮啫，唔系呢个。我见到尸体之后咧，好惊啦，唔知道要做啲咩。当时咧，净系觉得如果俾人发现尸体，我一定会俾人怀疑。真正嘅理由应该更加单纯，凶手就系你，所以咧，你要嘥十分钟时间咧收埋条尸。这个理由咧非常明确啊。等先十分钟佢咁讲咧，我忽然谂到啊，嗰晚嗰种情况，一般人会想收埋条尸咩？而且仲要嘥十分钟。如果你觉得咧优作先生收埋呢一个尸体呢个行为好唔合理嘅话，你咪将证据俾佢睇。我哋先睇晒先呢度。可疑嘅人影。呢、這个我如果知道嘅话，早就讲出嚟啦。嗰时候被害人啲咩状况？点样？佢当时已经遇害啊！殴打你会唔会其实有毒斗啊？你觉得呢？算啦，当我冇问。打你个额，打你个头。我下边咧房间喺瞬间咧就俾人用力打，对方咧落手嘅力度好强啊，而且速度好快。因为佢下手好快，好重，当时吓亲反应唔到，连我都有啲想打佢。OK。当你回过神，系啊，嗰时咧俾人打晕咗，昏迷咗就咁。请问打你嗰人咧去咗边度啊？呢、這个唔记得啦，因为俾人打咧几乎晕咗。我谂咧嗰人就系趁呢个机会逃走嘅，就系充满巧合嘅故事。十分钟，望下先，呢度追多次先。点解系收埋条尸啊？因为啲围土唔够大。见到尸体之后咧，惊慌失措，唔知点做好。当时觉得如果被人发现咧，一定会被人怀疑。凶手就系你，所以先会花十分钟时间收埋。的确好理明确好理由啊，系咪啊？明确嘅原因。十分钟。嗰日晚上嗰种情况，一般人会想收埋条尸。而且仲要嘥十分钟时间。收埋条尸呢个行为好唔合理嘅话，要唔要将证据出示俾大家睇？先 save 住呢度。我唔肯定呢个系呢一句啊，但系应该系讲时间嘅。凌晨一点钟嘅时候被用过。好，呢个咧，睇下呢份记录啊。這個呢連接老闆辦公室和警衛室的警報器記錄、只要按下這個掣警衛就會立刻來的。記錄顯示凌晨1點2分的時候警報器曾經響過一次，什麼話？如果天蠶優作就殺害老闆的兇手的話，在警報器啟動的瞬間就會立刻走了，因為當時警衛應該已經趕在現場路上。異議給人，哼，這個小姐這麼快，我一定沒想到這個大樓有警衛。他自己做呢个队长，冇可能唔知有警卫喎。其实改咗制度啊，但系事实上咧，警卫冇走过嚟。呢个只系偶然啫。嗰日咧，警卫咧话啱啱好，唔系好在咧系一个咧做事出草率咧唔负责任嘅人啊。当时咧竟然咧够胆死啊！呢个系旷工，先嚟即手啊，仲被呢个女友嘅新男友打，而被告咧冇可能知呢件事嘅。好，但系嗰个小子咁忙，一定冇快咧，咁急我楼咧，俾人揿咗啦。佢个声咧好大，绝对冇可能听唔到嘅，除非咧又作佢当时已经失去咗意识咧。失去咗意识系咩意思啊？
又嚟啦！我睇下你嘅想法啦。整个话咧，回想翻咧，被告嘅证述，佢入咗呢个老板办公室之后咧，遭到某个人殴打。虽然本人咧只系表示有啲头晕啦，但实际上应该有几分钟嘅时间咧失去意识嘅。因为咁咧，休咗尸唔知道咧，警报器曾经响过，所以师傅咧悠悠行行咁样咧，将条尸咧背入去金库度。假设真系咁啦，又代表啲咩？休咗咧，俾人打晕咗，而警报器呢个时候咧启动嘅，只有某种情况下先可以特殊，先可以发生。当时喺房间内仲有另一个人，冇错就系呢个人殴打咧，天杀休作。啊，捉低咗只辩护人，你讲嘅呢个人系？点会可能啊？你呢个小子系呢一个小子啊，将佢毒倒杀咗啊！咁我问你啊，到底边个启动咧警报器嘅？呢一个当然就系被害人啦，冇错，一定系被咧呢个小子攻击嘅时候咧毒倒自己揿嘅。被害人咧俾人攻击嘅时候咧，并非即刻死嘅，佢应该有时间揿掣嘅。系毒倒先生自己揿咗个掣，你为咗情报台律师，我要证明咧当时有另一个人咧，而佢先系真正嘅犯人。有冇办法证明咧？揿下方报器嘅并唔系毒岛先生自己。哎，有啦，好啦，我就证明俾你睇啦。听到警报器嘅声，而家你应该一个脑内心吓。呢、這个我呢个都冇错啦，系嘛？我边度有错啊？呢句正常嚟讲，我呢句都唔应该有错噶，冇错啊！两分钟之差，呢、這个就系证明一切嘅证据。呢、這、一个咪就系警报器？呢、這个箱入边有冇留低啲线索啊？咩都冇啊，就系、是，唉，冇再讲啦，收咗你把声啊！咩都冇留低，呢、這个就系最大嘅线索。啊！呢、這个掣上面咧冇留低任何嘅指纹啊！如果咧读到先生真系揿咗呢个掣嘅话，肯定会有指纹嘅。哇！即刻喷啊！指纹一定系俾嗰个靓仔抹咗嘅，佢已经晕咗啦都话。你点解要冒啲咁嘅险啊？警卫要即刻嚟嘅咯，一定系唔小心揿到个掣嘅。被告休作身上咧着住怪盗嘅衫嚟嘅，而怪盗当时系戴住手套嘅，就算揿到个掣，亦都唔会有咧呢、這个指纹嘅。缩正缩正，睇你要结束啦！睇你又俾你灌咗一杯苦水。啊，假如现场真系有真凶啊，点解要自己揿低呢个紧急嘅按钮咧？系冇必要冇啲咁嘅方便啊，即刻走咪得咯。你喺度做啲咩啊？点解唔讲嘢啊？睇你，你已经变唔到啲咩把戏咧。总之咧，我要重新整理状况先。凶手喺凌晨一点嘅时候杀咗毒岛先生。而休作同时抵达现场咧，撞见咗嗰一幕，俾人殴打，然之后揿低咗紧急嘅按钮。但系如果揿咗按钮咧，警卫即刻嚟，警卫会赶你。时间到，庇护人啦，庇护员，听下你嘅想法啦。虽然我嘅立场好唔同，但系你的眼神咧都几唔错啊。为咗叫警卫嚟，为咗知道按钮，为咗叫警卫嚟。只要揿呢个掣咧，警卫就会即刻赶嚟现场啊！犯人目的咧，好显然咧就系呢一个啊，所以咧系犯人自己叫警卫嚟嘅啊，唔系，不过咧就结果而言咧，警卫冇到现场啊，因为咧佢喺度射紧网，俾人打紧。呢个犯人咧真系好心啊，唔通系为咗咧犯罪感之后咧感到后悔，想揾咧警察自首啊？唔系，佢就系想揾人拉咗呢一个咩话？警报器启动嘅时候咧，房入面有三个人。一个就是被害人已经死了，一个就是被告休作，而另一个就是凶手，第三个人。的确是这样啊，各位。这个时候如果只有真凶逃离现场会变成什么情况啊？留在火里面会剩下被害人和天杉休作两个人。这种情况警卫如果赶到现场，你点偷我就是犯人啊。没错，这个就是凶手目的。凶手就是想将这个杀人罪嫁祸给天杉休作。
good good， 哇，做乜鬼嘢？缩定缩定缩定，睇嚟又嚟，唉，又之后咧借酒消愁啦，佢又饮咖啡啦，点解 B 哥想要将罪嫁俾我，嫁祸俾我？等阵先讲到犯人嘅话，毕竟都系怪到好似冇资格话其他人。你讲起犯人，而家咧就要将佢拖嚟呢个法庭啦。但系咧，你讲系边个啊？我冇确切嘅证据，只能试下啦。知道邱俊嘅执业，而且都知道嗰一日咧，佢俾人叫去保安公司呢件事。佢就系利用呢一点咧，擬定今次嘅作案计划嘅。嗯，其实系我，凶手就系我啦，凶手就是我。名侦探声威我爱呀，除咗佢之外冇其他可能。名侦探，你话啊嗰、那个假俾我假俾怪盗啊？审判长而家咧隔篱咧法庭受审嘅人根本唔系假面怪盗嚟，佢先系杀害咧毒岛嘅真凶。啊，缩仔缩仔，庇护人，请你说明，盗窃罪、杀人罪咧边个罪咧比较重啲？当然系唔使谂都知系杀人罪啦。根据现行嘅法律咧，杀人咧有机会咧处死刑嘅。嗯，咁琴日咧，请回想一下寻日嘅法庭，认罪咧，成个法庭咧响起喝彩。嗯，明侦探其实大怪盗啊，多于咧令人拍案叫绝咧。比起成为杀人犯，不如做个偷仔，你系咪小偷算啊？呢一个咧就系声威恶嘅真正目的啊！被判有罪，喺命案发生嘅时候咧，有完美嘅不在场证明。冇错啊，喺高凌屋偷嘅壶咧，就系佢嘅不在场证明。系啦，佢为咗偷个壶，而之后不在场证明，再嫁祸俾呢一个嘅真嘅假面怪盗。系啦，就系、是、咁。作为假面怪盗咧，被判有罪就系咧，释威我咧真正想得到嘅不在场证明。即系话，其实佢系点样，佢都系赢嘅啊，点样都系处于赢嘅状态，就算佢。即一开头佢俾人判嘅话咧，佢就会获得咗呢个不在场证明。如果佢冇俾人判嘅话咧，咁佢就系成功嫁祸咗俾个人啦。系啦，圣威我嘅判决咧，毕竟唔系啲太复杂嘅案件。如果想休庭咧，阻止隔篱判决咧，我最好尽快。不过讲到底咧，前提咧你要有把咧证明佢杀人罪。圣威我嘅审理咧，目前咧引起全日本嘅关注。如果冇佢嘅审理中断咧，就冇办，但又冇办法证明佢犯杀人罪。咁到时咧，被告咧铁插幽作嘅罪业咧就会无可动摇啦，咁样真系好，好，啊、自己命赌上，你仲赌上其他人嘅命啊！我愿意相信你，放手去做啦，请你 ，OK， 请你去死啦，可以去，佢就会决定嘅优质，我有冇资格做呢啲决定？即刻做啦，仲谂咁多做咩？啱啱嗰个系唔可以犹豫食报道，为咗委托人咧，必须走你相信嘅路。呢、这、一个声系千寻姐嘅声，审判长 ，B 科要求即刻休庭。哦，呢、这个就系你嘅答案啊。嗯，好好，本院咧做好过唔啦，本院咧而家咧捉到20分钟，释波堂律师请全部咧释威我哀啊。OK， 嗯，偷个壶嘅目的，好好地偷个冇价值嘅壶啊。嗰、那个壶其实系纯粹为咗俾佢咩啫嘛？吓，又系你啊？嗯。原本呢度咧讲紧开紧庭，突然之间换走咗佢啊！到此为止啊！本院咧认为咧本案已经冇需要继续审议啊！本院正式宣布判决，跟住等等，等等，呢、這个案嘅判决席咧，审判长咧稍待片刻。哎呀哎呀，律师一欢迎嚟到我法庭，你系咩人啊？我叫食波陀啊，律师。我依家咧要喺呢度告发咧，释威我呢、這个男人咧根本唔系假面怪盗，佢只不过系杀人犯嚟嘅啫。好，未完待续。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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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那个壶啊，纯粹俾佢为咗嗰个不在场证据，而之后嘅嘢咧，一定有背后嘅原因啊，有背后嘅原因令到佢策划呢件事。因为你见到一连串嘅计划都系佢策划嘅，好似第由第一次打后，全部都系佢寄信俾嗰个阿邱佐啊嘛，即系真嘅假面。
我会听到千寻姐把声，睇嚟姐姐仲活喺你心中，喺心入边。嗰、那个系真嘅，那个侦探系杀人犯。老实讲啊，我冇明确嘅证据证明。但系咧，除咗佢之外咧，谂唔到其他可能性。但系嗰晚咧，侦探先生唔系人喺高龄屋咩？系咧，玩唔到动机喎。点解要杀害毒岛先生？时间唔知啊，只能咧寻找关键证据，同时一口气咧突破佢心房。OK， 即刻开庭啦又，立即又开庭啦。好，我哋啊重启呢一个嘅审议啊，释伟，我请你咧上呢个应讯台。哎呀，呢位律师先生。估唔到咧，好似呢咁嘅人物咧，佢做出咁粗暴嘅举动。OK， 毕竟咧，我有呢个权力咧，喺度停止人哋嘅审理，否则你嘅完美不在场证明咧就会成立嘅咧。一个名叫假面怪盗嘅不在场证明。嗯，失敬啊，即使我哀雅咧，冇办法理解咧你讲嘅系咩。毕竟咧，由今朝早十点咧一直留喺隔篱嘅法庭啊，无从得知你喺度倾紧啲乜。啊，直到头先为止咧，你一直被留喺呢一个被告席嘅。为咗呢以呢个假面怪盗身份接受制裁。係呀，一般大众呢好容易俾人氹。唔知呢我就係假面怪盗呢仲委托我嚟做呢个警卫。当我呢归还呢个偷窃物嘅时候呢，佢竟然仲俾呢高额嘅委托费俾我。睇住我呢一个专柜嘅手指上闪闪发光嘅红色钻戒。OK。无论如何你都要坚持主张自己係假面怪盗。唔使多讲。好，咁啊，识翻我先生，本月咧要请教你先。9月12号咧遭到杀嘅时候，呢段时间你喺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就咧原谅你嘅无知嘅审判长。啊，感激不尽。好，咁啊，侦探先生讲下当晚咧发生紧啲咩事咧？案发当晚，洗耳恭听，识取尊便。好。嚟啦！所以假面怪盗咧，依照咧自己发出嘅预告咧，偷走咗个壶，查咗好耐啦。所以今次嘅行动咧，根本咧系已经言而易举。张相唔识讲嘢，但系正因为咁咧，都系一个唔识讲嘢嘅证人咧，唔识讲大话嘅证人。鉴社咧见到怪盗嗰一刻咧，同命案发生嘅事系一致嘅。OK， 睇嚟呢张相咧，的确系问题所在啊。OK， 至今发生呢一切咧，都系佢一手策划，呢张相一定有秘密。005843，正是嘅假面怪盗无所不能，但系都唔识分身，用我告辞。等等，好遗憾啊，我未问嘢啊。啊，愚蠢嘅人咧，正因为冇自觉，先会被人愚蠢嘅人。佢话你系蠢材，就等我呢个蠢材拆穿嘅不在场证明咧。最后的最后，啊，知知，即刻等等你啊！呢张相就系证据啊！啊，正是。张相里面嘅怪盗咧，戴住个面具喎。毕竟呢个就系假面怪盗称呼嘅由来啊。而呢，正因为咁样，我哋先冇办法得知咧怪盗嘅真面目。咦？唔到你系想讲呢个家伙咧，唔系星威我哀啊，而系协助制造不在场证明嘅共犯。哦，呢个讲法几有趣哦。向来咧独立独行嘅本人咧，哀啊会有共犯，指出共犯算了。如果柯雅咧真系身处嘅话咧，呢张相嘅假面一定系假嘅。你讲得冇错，有共犯协助咗你，你将说话讲出口啦，陈不当，咁你就冇退路啦，死乎事。冇证据嘅话咧，冇证据支持你嘅讲法，我就请你饮一杯醉呢、這个咩惩罚？你嗰个共犯嘅系边个？仲有边个啊？我唔知道、啊，其实我唔知边个。有冇共犯呢条友我都唔知道。跟住原来呢、這个是吧，是吧，是呢、這个啊，共犯就是呢个人啦。真系我胡闹，你有证据咩？共犯嘅证据啊？应该是咁啦，如果呢个煲具你俾我感觉最可疑辩护人，唔好意思囉。Lex， 你从暴水小姐呢接到呢个保安嘅委托。但係20日之前
高尼禄咧案发十日前咧收到预告，你就喺嗰阵时开始你嘅保安工作之后先送出呢个预告噶，净系既然咁啱咧有机会咧担任保安工作，对我嚟讲咧系偷嘢嘅最好机会。嗯，越听咧越觉得咧好恶劣啊！你个人，嗯，冇错，就系非常恶劣。你唔觉得好奇怪咩？嗯，乌鸦明明好自豪自己系有名嘅名侦探，如果佢坚持一个人看守现场，啲嘢咧就计啲嘢都系俾高尼禄偷走。佢唔怕自己名誉受损咩？仲做咩名侦探？嗯？或者张相本身都系假嘅？你讲嘅相系呢一张相啊？呢张相咧，即系我最佳嘅证据。讲起嚟就有啲怪，听起嚟咧，简直就好似你刻意影低咁样啊！哦，嗯，自己 set 呢个监视器咧，唔小心影到自己，人都可能犯啲种错嘅，冇错，完全犯罪咧，中国只系一个冇办法实现嘅幻想，人生不如意是十常八九，犹如一段咧惆怅而圆熟嘅旋律，啊，总之依家要多啲揾情报 ，OK， 咁即系依家仲未有证据啦 ，OK。你大概想咧，只要我咧对张相嘅时间喐手脚，呢个系冇可能嘅，因为咧监视有咧高尼禄准备，再加上咧呢一个咧高尼禄印出嚟，好遗憾冇造假余地。嗯，如果唔系假嘅话，佢就冇办法杀死警卫公司。可能性有两个，本身系假嘅假面怪盗，或者张相本身系假嘅。OK， 嗯。会唔会有共犯算了？我话当晚如果真系身处嘅话咧，呢张相一定系假嘅，所以应该有共犯，但系我唔知边个。保安工作20日10日。明明好自豪自己是出名的名侦探，如果他坚持一个人看现场东西，但又被高陵屋都是从高陵屋被偷走，他坚持一个人看守现场，啲嘢都是从高陵屋被偷走了，他不怕自己名誉受损，仲做咩名侦探？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佢。即是说他是名侦探，然后被人传出去的话就会名声大受损的嘛。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有点难度啊这个。20多日前。高陵屋在案发十日前收到预告卡呢，在开始保安工作之后才送出这个预告卡。正是这么有这个担任保安机会。对我来说是偷东西最好机会。自己是出名的名侦探，做什么名侦探？这张相就是证明我犯案的最佳证据。理论上应该是想想先，没办法就没办法去读到先生。多晚呢以及影低张相，其实应该是张相的时间点，应该就是。应该是张相的时间点问题，应该是个盒啦咁样。想讲张相是假的，至少我可以玩一张相有奇怪的地方。啊，张相不一样，个时间点问题，个箱有问题。唔喺个附近咩？唔喺个箱度咩？唉，最唔自然咧喺律师席附近，系咩？唔系呢度咩？就系个，请回到原本正常。啊顶啊，重新嚟过。等先，本身个盒啊应该系有沾到嘢嘅，咁呢度好明显冇啦，咁唔通系地板啊？定系我指唔啱位喺度？
啊，试下纸地板咯。纸地板试下先。哦，喺呢度喎，呢个咪就系血迹。你咬我咧，突然之间配咗啲血色味，呢、這个唔系血迹，呢、這个只系咧红粉红色嘅油漆。哦，原来油漆啊，仲系粉红色嘅，未变太深喎。哦、我想指出嘅重点咧，唔系呢张相影到嘅油漆啊。如果回想翻咧，当晚咧地下仓库嘅情况咧，会发生咧，会发现本来应该影到某样嘢冇喺上面嘅。唔系贝尔物理啊，本来应该影到嘅究竟系咩？啊，庄园之主系秘宝展咧嘅负责人系咁讲嘅。嗰尊黄金像咧，当日中午嘅时候寄到嘅，从深山嘅灵场咧运到呢个仓库度。佢啱啱大小咧可以遮到呢个油漆嘅痕迹，所以就将佢咧放喺嗰个地方。而我实际咧系空喺呢一个偷窃案发生前咧，曾经喺现场见到嗰个黄金像。如果嗰日咧真系夜晚睇到，咁应该会影到黄金像先系嘅。但系咧，案发咧隔日去咧去到现场，嗰、那个老太婆雕像咧已经放喺过落度咯。系咪发生咗啲咩咧？令佢移动位个位置移动咗？黄金像嘅大小咧，被审判咗仲要大一个圈啊！冇可能咧喺度移动嘅。你有咩办法证明系边个为咗啲咩喺嗰晚咧喐咗黄金像？你可唔可以证明系边个移动咧？并唔难推测。问题系点解要将佢移动到嗰个位置？我唔知道。阿波尔伯里移到呢个黄金像嘅系边个？我唔知道、啊、大佬，我唔知边个、啊。呢、這个咯，就系柯亚，最后可能系你。你又喺度异想啲啊？你啲咩根据好简单，因为地下仓库只有一佢，只有得佢一个人，单纯只系大大咧。点解我要咧移动咧咁沉重嘅黄金像啊？移到黄金像嘅理由咧先系重点啊！边会系呢个谂法呢？正系因为啲咩理由咧先去移动啊？恐怕咧呢个理由就喺呢张相入面。你乔装成怪盗咧，系为咗要制造咧当日夜晚咧人喺高岭屋偷嘢呢个不在场证明。但呢张相咧里面有一个好大嘅谎言。如果咧影到，如果张相影到黄金像咧，谎言亦都唔会再成立。正系因为咁咧，你先咧要移走个黄金像。呢张相咧边一度系谎言？又系呢个啊，又系呢个啊，今次系呢一个啦啩，今次仲唔系呢个？方言当然系假面怪盗，咩话？我哋而家讨论紧咧黄金雀被移动嘅理由，呢一个同怪盗喺侧边有咩关联？哦，唔系呢个，睇你嘅表情，我知道你想讲糟糕，唔好意思，老啊老死。睇睇先，呢一张啊嘛，两个礼拜前跌咗放住壶嘅箱，然之后又倒泻油漆。唔知喎、啊。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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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移动嘅理由，乔装成怪盗，望一望个怪盗嘅样又，怪盗嘅样。怪盗样应该冇特别啦，你制造当晚咧人喺呢一度，但系呢相存在咗一个好大嘅谎言。如果张相影到黄金像咧，谎言亦都唔会再成立。哦，地下嘅油漆啊，咁就系，系咪地下油漆啊？咁样就系，即系地下油漆先。唔可以当众说谎。Oh no！
心口唔知系咪 CCTV 最紧要嘅嘢冇咗 ，CCTV 最紧要嘅咩冇咗？其实佢嗰个咩啊？佢嗰时间好奇怪。哦 ，OK。佢讲咩话呢度？如果张相影到黄金像咧，方言就唔会再成立。影到黄金像，方言唔成立。OK， 应该就系佢 CCTV 嘅日期同埋日子。如果系咁，系啦，拍摄时间。辩方主张咧，星威伟嗰晚咧就杀害咗毒岛先生，咁样一嚟咧，案发当晚嗰时嘅证人冇可能留喺呢个高龄屋嘅。咁呢张相其实应该系早就已经系影咗啦，有张相。咁咪先。咁如果系咁嘅话，佢话佢呢张相系一早影定嘅，同埋佢个壶上面都冇痕迹嘅。我突然间谂起咧，佢个壶上面咪有痕迹嘅，而家嗰个，咁佢咪真系早过去影低呢张相，会唔会？但系唔系，定系佢影唔到啲痕迹啊？呢度明明整冧咗咯，系冇嘢啦，应该唔系又。呢尊佛像啊，呢、這个雕像系几时咧？放喺仓库侧边。黄金像案发当日咧被搬到去嘅，之后为咗隐藏油漆痕迹咧，又被移动到个位置。冇错。早话策划好咧，要几时杀害咧被害人啊？而咧为咗同样嘅时间咧，制造不在场证明，佢早几日咧就已经影低咗张相。而当然啦，佢影相嘅时候咧，地下仓库系冇黄金像嘅。于是咧，案发当日，我谂咧应该系相当着急啦，柯牙侦探。在这些不对的场所有着这些不应该存在的东西放在这些不对的位置上，就是因为这样，他在那晚立刻要必须移动的黄金像，否则拍的这张相就会跟当时的现在不再不同啊，就是这样。佛像未来之前拍的，所以要推开它，拍不到痕迹，是的，拍不到痕迹，很有问题，出了笔了，立刻。等阵先，老师真系唔记得呢一样嘢啦。地下仓库地下嘅电脑资料，根据嗰晚咧，当晚咧监视器影系开住。确实啊，监视器咧系高凌我自己准备，但系控制电脑嘅系你嘅。你应该有机会咧对程式做手脚嘅。其实低啊，唔使自己准备都可以做到手脚啦。佢啲资料其实，各大检察官呢一个系，应该得一面有痕啊，可能系啊。啊！嚟我晚上好啊，纪丽。第十一杯，我原真系审呢度咧，最多只系饮十七杯，我仲有六杯可以饮。但系变回个主张，听嚟都几有道理喎。道理啲嘢咧，值到几多钱？我哋咧系要行万里路嘅人生旅人，道理同万里完全冇关联。呢张相咧系事前影好嘅，当然啦，当日咧系为咗咧配合张相嘅状况先移动黄金像。你做嘅呢个古仔咧几有趣，唯到呢一点咧我笑唔出。是咩令你笑唔出？你讲嘅咧只系可能嘅啫。好。冇办法追寻远大梦想。只要你可以解释到咧，当日身为假面怪盗嘅行动咧，并且冇矛盾咧，咁就冇任何问题，俾个机会你解释咧。好。说明呢个个嘅苍鱼之虎嘅盗窃计划。好，喺二十几日前咧，收到高尼屋嘅保安嘅委托啊，个壶就放喺个箱度，亦即系话咧妥善咁存放喺地下仓库，因此咧一直到犯案当日咧都未见过宝物。不过由于听讲咧贵重嘅宝物啦，所以咧十日前咧寄出个预告卡，为咗咧稳当咁执行计划咧，我一人咧独揽呢个保安工作。然之后十二日嘅凌晨一点，我终于咧攞咗个壶啦。咁我都系啲一啲已经听过嘅情报啊，毫无疑问，完全冇错。好，正开始询问，嚟啦。二十几日前委托你嘅就系华工啊，冇错，我谂佢呢一定系咧听到我嘅做事嘅作风，总系同啲奇怪男人扯上关系。
妥善放喺地下仓库。冇错，就系、是、呢个烂鬼箱啦。所以咧，似乎非常咧睇中呢个壶。当初咧，甚至唔允许我挨入呢个地下仓库范围。嗯，都系第一次听住。OK， 一啲都唔贵重。未见过呢个壶，冇错嘅，冇错。你可以问下佢。佢警戒工作咧，主要喺呢个地下仓库入口。但系咧，即使系咁咧，都未亲眼目睹过。挨入绝对唔会错过任何情报。会唔会呢一次嘅情报就系咩子宫公子呢两个字？七号图八就系嗰个预告卡啦，果然呢一个预告卡咧并唔系优作做嘅，嗯，再做预告卡咧应该唔系啲咩难事。头先嗰句飞咗，睇多次先，一定系清楚咧怪盗嘅徽章系咩样子，就要做呢个咩都唔难。OK， 地下仓库一直都冇人入去，嗯，并非如此，其他宝物咧一直咧陆续搬过嚟。五日左右，呢段期间一直有人进进出出。当时影得一张相咧，就系呢一张啊嘛。冇错，当时认为呢次被影低相咧，对我嚟讲都冇不利嘅地方。可能就喺嗰时偷走个壶嘅。佢主张嗰晚守到第一次睇个壶，我哋只要揾到个矛盾就可以攻击呢一点。开牙咧早就喺呢案发当晚咧影低呢张相，要点做先可以证明呢？喺案发当日之前未曾见过，会与我哋证明呢一个系科研就冇问题。化案当晚未见过个壶。贵族嘅秘宝十日前寄咗个预告卡，斑点花纹嘅壶，斑点花纹嘅壶，你点解你会知道系斑点花纹系咪？边度系斑点花纹？我想睇下，斑点花纹系咩壶？即各位务必严加看管那隻斑点花纹的壶，冇理由唔系呢句啩？即系 save 先，虽然系咁，我都要 save 嘅审判长。嗯，出事。二二，我话先真系，如果你真系咧假别怪盗嘅话，咁呢张预告系你写嘅系嘛？当然啦，我张预告卡有咩问题？你张预告卡上面咁写，那隻斑点花纹的壶上面所指嘅系。当然是呢个粉红色斑点啦，系嘛？我谂啊冇错，但系咁样有咩问题啊？嗯，如果系咁嘅话咧，佢唔应该知道有斑点嘅上面。咁系咩意思啊？个壶上面嘅斑点咧，其实系油漆嘅痕迹嚟嘅，油漆嘅痕迹。而呢啲油漆系运到呢个高嚟嘅，高嚟我百货后先有嘅。好，有着火呢个笑话真系太难笑啦。仓鼠之壶咧被搬到呢个地下仓库嗰一日。有个人咧唔小心咧摔烂咗呢个壶，有个粉红色嘅油漆咧就喺嗰时咧惹到嘅。但系咧喺呢张预告卡咧上面咧清楚描述咗斑点，亦即系话佢早日咧案件发生之前已经望过呢个壶啦。冇错，就喺伪装呢张相嘅时候，同时咧呢一张相咧都系一张假相嚟。咁你案发当晚不在场咧就已经唔存在啦，搞掂。嗯，咁快敲三次嘅呢度，即系你有啲咩要讲啊？你咁样就得啦。食波糖哥，依家咧开心仲太早。嗯，有嚟啦。哼，你啲家伙冇一个咧有信念嘅。失念，我哋琴日咧先全场一致咧同意呢一个就假面怪盗，今日咧就只用佢杀人，会唔会太过随便啊？啊，的确。星威我杀咗毒岛，咁我要问下你佢杀嘅理由系啲咩？正事一啲都冇错，动机啊动机啊 ，moving machine 啊，系咪啊？准备假嘅不在场证明咧，将插足嫁祸俾呢个天插优助，定系呢咁十日嘅犯罪计划，的确要有好强嘅动机嘅，比较充分动机应该系被告。你话系咪啊？好。嗯，动机急急不进，老先生。好，
嚟啦，动嘅机械啊，系啊，动机。本人开眼同被害人咧可以话毫无交集啊！调查过怪盗带去调查，搞错咗怪盗真面目。我封信咧出自咧毒道先生之手啊，并且寄咗俾天灿幽藏。被害者咧过去咧曾经遭到呢个天灿幽藏背叛，怀恨在心，只系被告本人咧亦都幻想自己就系假面怪盗，所以咧杀咗呢个毒道先生，真系呢个壮丽嘅悲剧。被害人恐吓咗被告。呢个咧由佢间房咧发现嘅恐吓信啦，根据笔迹鉴定咧，确定系本人写嘅。OK， 恐吓信。阵间咧进行询问。OK。毫无交集。有边个可以证明呢一样嘢啊？就系、是、我哋啦。读到阿兵卫啊，同埋嗰间保安公司咧，同呢一个嘅色威尔埃亚之间咧，冇任何交集。呢个咧搜查总部嘅官方报告。毕竟系侦探同埋保安公司工作上或者有关联冇，好简洁嘅回答啊。OK， 搞错咗真面目，搞错咗。你想换个方式话误会都冇所谓嘅。你究竟将佢同咩人搞咗啊？唔需要解释嘅，天灿幽作，继续追问。被害人点解会认为咧幽作系假面怪盗？你应该咧心知肚明啊！当然系呢份报纸啊！哦，呢、這个就系艾玛龙之类嘅迷人嘅宝石。呢一张相咧咪影到一位迷人嘅侦探，另外都影到个丑陋嘅警卫，而即系被告嘅身影。啊，被告，当然呢一个咧呢份报道嘅被害人会好自然咧产生呢种误会，以为咧假面怪盗就呢个丑陋嘅警卫员。哦，原来系咁。今次的推理好普通啊，真系难得。OK， 恐吓信上面写住准备500万，呢个上面嘅笔迹咧，确定系嚟自被害人咧，唔会有错呢个鉴证科咧嘅报告。但系呢幅咧冇写到收件人嘅名，收件人呢样嘢咧系由天灿幽座咧房间揾到嘅，而实际上咧亦都准时出去喺指定场所，上面纸一啲都唔重要。OK。呢封信应该系寄俾佢喎，咁真系呢封信系寄俾佢嘅咁样，原本寄俾佢嘅，唉，咁应该系啦。哦，系啲咩？你应该心知肚明啦，就系、是、保安公司掌握咗咧啊，保存咧保安公司系啦，保安公司掌握咗呢个好多咧企业嘅保安资讯，再加上我系警卫队队长，所以我偷走咗啲资料。OK。读到咧冇原谅到啊幽座啊，所以咧先恐吓佢，以怪盗嘅身份咧冒住风险进行偷嘢。嗯，老板办公室嚟找到嘅档案，呢啲足以证明咧佢藉由呢个恐吓取得钱财。啊，但系咁样唔系好奇怪咯？被告点解会乖乖俾钱嘅？佢又唔系假面怪盗，咁啊因为发生咗啲不幸嘅巧合，幻想自己怪盗。嗯，恕我直言啊，呢一个咧唔系我自己嘅推理嚟。這個、呢一个天灿幽作嘅太太咧嘅报告书啊？咩报告书啊？幽作一直认为咧自己就系假面怪，你唔觉得好可怜咩？请你哋原谅佢吓？你点睇一柒不当？OK， 学得几次喎、啊？壮丽嘅悲剧，唔系呢一个根本就系你想象。哎呀，律师先生。想象呢一个就唔啱，呢个叫推理啊，十物嘅逻辑嘅集合体。有机会再讲啦，说来话长。OK， 恐吓信真系写俾佢嘅，揾出矛盾之处。呢、這个应该系呢封啊，恐吓信呢、這个。我答案系，我唔知系咪 save 先。佢而家有两封啊，定一封啊？一封，咁啊，照答呢个试下先。嗯，我打断一下威亚先生。哦，如果只系一下嘅话，冇所谓嘅。呢封恐吓信咧，要收件系天灿幽作，咁一嚟就会有一个好大嘅矛盾嘅咯。矛盾？嗯，你自己咧就有如矛盾嘅化身，轮唔到你讲。呢、這个时候系男嘅应该用拳头嚟表达，等我见识下你嘅拳头啦。好啦，仔辩护人咧出示一下呢封咧，好话上嘅内容矛盾嘅拳头，你真系植物，望一望先哦。
准备500万。如果攞唔到嘅话，可以将最近嘅红色钻石处理掉。与孔亚信内容矛盾的拳头亦真系证明。红色钻石。唔知喎，试下搭呢个先。收咗拳又打唔到喎，呢种时候应该散嘅。哇！即刻爆咗，有冇搞错啊？啲嘢爆我。哎呀，再嚟个先，再嚟个。好，睇多次先，一嚟就会产生一个好大嘅矛盾，自己就有如矛盾嘅化身，轮唔到你嚟讲嘅。如果阿信内容矛盾嘅，佢个内容系写准备500万，我会喺呢个等你。如果你攞唔出钱，都可以将你最近攞到手嘅红色钻石处理。其实应该系红色钻石嘅，但系边一个代表红色钻石呢？睇下先，宝石与怪盗呢个，唔系呢个，唔系呢个，突然间 ，Oh no！ 又俾人炸。再一个，睇下先，有一个矛盾喺度，因为嗰粒石唔系喺嗰个人，唔系佢度噶嘛。凌晨一点，我在大办公室等你。攞不出钱，我会将你最近攞到手的处理。如果不想被社会大众知道真相的话，先赚一座银包，剧照徽章。试下呢个。哦，是这个了。被偷了的宝石，还要是宝石的颜色。颜色是我最憎的。颜色是蓝色的。而言呢，孔亚信上面这样写，将你最近拿到手的红色钻石处理。哦，就是这里。也就是说呢，上面写的红钻石呢并不是偷走的艾玛龙。嗯，所以就是应该讲另一粒的话。唔到你系想讲呢封孔亚信系其他人写，你系咁嘅意思啊？你系咁嘅意思，我就系呢个意思。孔亚对住呢个人，佢粒红色，我系觉得佢嗰、那个佢身上嗰粒红色嗰粒嘢嗱呢一粒啊，你有啲咩根据啊？你咁讲，引发嘅所有案件咧都同你有关，而且咧上次嘅偷盗嘅案件咧，你揾翻个被偷走嘅失诶呢个失窃嘅物品。我当时听说对方为了表达谢意送我粒宝石给你。宝石我想恐怕就是你戴手上的那粒红色钻戒。啊就是这里了。孔亚信上面写的红色宝石即是你自己手上的宝石。到了读到黑壁为恐吓的其实是你的。然后继续将封信给那个友。叔仔叔仔。所以你玩得太过火了，你位律师。莫名其妙又拍力的。啊！读到威吓咗咧，升威喎，你系认真，要更加抬起头
我会回答我问题嗰封恐吓信啊，嗰个嘢上面咁写，如果你唔想俾社会大众知道真面目，咁系咩真面目啊？要公开佢嘅真面目，咁唔预备公开嘅真面目系咩？就系佢名侦探嘅不识真面目系名侦探。其实系位名侦探，不过呢个唔系班主，哎呀，俾人爆咗，唔系呢个啊，但系我都俾佢隔咗，我会死嘅呢度，其实我都咁样觉得，嗯，佢真面目系咩啊？唔系佢名侦探嘅角色咩？真面目系假面怪盗。系嘛，调转咗系嘛，应该恐吓者佢唔会知啦，系嘛？低能系咪调转咗啊？两样？Oh no！ 全部错晒，系最低嗰个啊！原来吓系佢知道佢知道佢恐吓一个人啊！啱啦，广播恐吓几一方，我终于啱啦。佢点样知道啊？但系我唔知点解佢知道、啊，又即系话读到恐吓个声威恶，俾人恐吓嘅恶人其实系恐吓住某个人啊。嗯，读到的确系威，呢个系恐吓咗声威恶，读到恐吓咗声威恶。但系天才屈作其实都一直俾人恐吓，第一次收到恐吓信咧就系艾马龙之类件事。嗰时咧就持续咧收到对方计划书，有个贴心嘅人咧俾我嘅，依然主张怪盗其实就系天斩幽助，呢个系 Before 嘅主张，再拟定计划自己不动手，再将猎物咧夺走。啊，呢、這个就系你所作所为。哦，嗯，想必咧你喺小学嘅时候咧，老师咧成日都系联络簿咁样写，个性急躁，容易误事，有冇估错？你点解会知道？你话我哎呀，恐吓天才，如果真系咁样，应该咧早就知道咧佢同咧假面怪盗嘅关系。嗯，的确咧冇咩问题。喺第二次犯案嘅时候咧，先有计划书咧寄俾天才优作嘅。换句话说咧，第一次犯案嘅时候我就知道咧怪盗系真面目。的确，我否则咧系冇可能咧恐吓到佢。嗯，正因为我哋出示咧呢一个咧卓尔又苦涩嘅证据。第一次犯案又点样睇穿佢就假面怪盗，咪又系嗰封咩咯？中意狡辩但冇说服力，有冇讲错？呢日稍早提到嘅新闻报告，啊呢度咧，爱牙侦探同埋新村咧警卫制服嘅天才优助咧，除低件衫啊顶，咁得太快。着服装咧，放低咗垃圾桶度，简直就系多人弱智嘅手法。呢种手法唔好话名侦探啊，连低 B 都啱唔到啦。你一定喺嗰时知嘅。咩啊？嗰条友啊，原来唔系假面怪盗嚟啊！唉，就算系咁样，都唔系名侦探，即系你系失望惊人恐吓 B 型嘅罪犯啊！仲要四回，仲惊死呢度。嗯，好嚟啦，我唔出声啦，得寸进尺。我咧冇恐吓其他人。佢个朱贵名侦探同事都系假面怪盗，点解呢？就系唔明嘅。你咧唔系啲咩尊敬嘅假面怪盗，亦都唔系名侦探，恐吓同埋杀人犯先系你嘅真面目嘅。OK， 好似癫啊佢要。哦，黐咗线啦已经。嗯。正将咧呢一个咧色威我拉咗佢嚟咯，而家咧考木锤咧都系太早啊！我最后一样嘢想讲，能够制裁翻嘅系我啊！忽然出咗咧冲击性嘅发言，沉默堕窝式嘅证明咧唔够完美。到目前为止咧，确实证明咗好多嘢，只系一个咧下三滥嘅一个恐吓犯。做案发多晚咧，佢唔喺呢个地下仓库，冇证明佢点杀人啊！系啊，只有一样你未证明嘅，系咩啊？即使咧当时唔喺仓库，亦都唔代表一定喺案发现场。
呢啲下三两家伙当时咧喺呢个保安公司办公室，只要呢件事冇获得证明，就应该冇办法宣判嘅。系啦，就佢杀人嗰一下冇讲到。肃静肃静，边会有呢点睇啊？最后嘅关键啦，案发当晚咧，柯雅侦探系咪真系喺呢个办公室里面咧？冇办法证明。我听下你嘅答案啦。辩方系案发当晚柯雅就喺呢个公司，辩方系应该系冇得讲嘅，系啊。应该就应该系冇嘅 ，OK， 证明系冇可能嘅，嗰日冇办法啊。但系只要再听下呢个证述，冇可惜啊，好遗憾，我唔会俾咧证人咧继续证述嘅。欸、你系阻止到星威学嘅另一场审判，先令佢嚟到呢一度，而你冇办法成功证明佢杀人罪。呢位证人系时候要翻翻自己嘅法庭啊！以呢个假面怪盗嘅身份获判有罪。哎呀，律师生咧都系咧，我咧胜过一切啊！我就系名侦探同埋假面怪盗咧，判决嘅结果将会证明一切。而天斩幽灾咧就系呢一单命案嘅真凶。虽然名侦探我语喺度断言。OK， 肃静肃静。呢位证人嘅审理到此为止啊！唔可以放弃啊！仲有 tick 啊！我哋继续揾证据。冇时间啊，因为佢就要坐监，因为嗰单案啊，一单一事不在，你知唔知个基本嘅原则？多宝话咧，因为某啲案咧受到受审嘅话咧，而且结果咧获判无罪嘅话咧，呢个被告咧将会永远唔会遭到咧同一个罪状嘅再次起诉。呢个系审理一大原则，而呢个原则咧当然适用于呢个证人身上。正威我喺呢一度之后会以假面怪盗嘅身份咧获判有罪，咁即系代表咧佢喺杀害毒岛黑兵嗰一单咧系清白嘅。OK， 如果咧我哋咧冇办法喺度咧证明佢嘅罪嘅话咧，正威我咧呢一单案件咧就唔会因为再度受到杀人咧而受到审判。啊，就系咁啦。等等，哦，点解又要出嚟咧？冇办法通往胜利之路啦，真空咧都系逃过一劫。本庭嘅本法庭咧，所有证词都已经经过询问啦。如果冇其他证词嘅话咧，本院咧只能咧宣布咧结束对呢个证人嘅询问，有冇异议？佢应该仲有人要问嘅，其实系嘛？仲有话边个佢个 friend 未问咯？佢个 friend 啦，同埋嗰个阿大婶咧，大婶喺边度啊？大婶应该都冇份嘅。本院宣布咧结束佢嘅审理啦。哦，人异议嘅边个？哦，佢个咩啊？审判长咧，你读小学嘅时候咧，老师一定咁样写啊，耳朵咧唔灵光，成日听错，有冇讲错？你点知噶？食报台咧，抬起头，你唔记得讲咗啲咩？啊，系边个啊？呢、這个声啊，千寻又出，千寻又出嚟啊！嗯，好，呢个系苍羽琉璃梅道嘅真正能力啊！企喺我眼前嘅虽然系真笑，但系眼前嘅眼。但我眼入面嘅佢咧，我师傅令你千寻一口气反击咧。证述仲未结束啊！审判长啱啱咁样讲啊，本法庭咧所有证词都已经经过询问啦。好遗憾咧，你唔记得咗一样嘢。最后一次嘅询问咧结束之后咧，呢位证人咧曾经咧发言过一次，有冇讲错 ？OK， 哦，即系其实已经开咗个头啦。系、啊，呢段发言有啲咩重要啊？呢一点咧，询问之后咧，自然可以揭晓啊！既然有发言过啦，呢度咧就要咧主张咧有询问嘅权利。你做咩，哥德检察官？哦，冇嘢冇嘢。OK， 冇办法啦，冇错，证人咧确实做咗咧发言啦，你可以询问嘅。检察官大人，好，对于你稍早发言咧，本院咧准许你进行呢个一个嘅询问啦。好，真系最后一次机会啦。我都得翻最后一次机会，所以都一事不在你一审不二审啊，系啊，几乎先要即刻，因为会死喎，两世回归。多话咧，我唔系咧高岭嗰个接到一个重要委托，要亲自去。由于我早已咧得知日期，所以先事先准备咗呢个奖。真通咧仍然系天杀幽灾呢一个比例推理到我李南真相。从银包同埋门禁卡就可以知道案发当时佢人喺现场。另外咧，启动嗰一次嘅警报器都可以推理出结果。国际咧冇任何嘅指纹系点解？被告人咧如果揿咗，一定有指纹。而且话咧，国际系犯人揿。佢当时着住呢个怪盗嘅衫咧，所以唔会留低指纹。
好啊，想提到宝石颜色，不过系被害人嘅笔唔知。即系话，所有证据都指向个可悲嘅青年。话咁长嘅，估唔到听嚟好有道理啊！点解你会知道警报器嘅事嘅？警方嘅搜查资料咧，对我柯亚咧唔系秘密嚟嘅，我全部睇过晒啦，调查报告。OK。原先嘅审理咧冇可能继续停摆，只有一次机会啊！派对要结束啦，冇任何一句咧系有矛盾嘅，的确如此啊！听住啊，城务堂想指出矛盾啦，并唔系只系透过出示证物先可以做到。如果你冇办法指出关键性嘅矛盾，咁就系输。OK， 即系要追问到佢原为止啊！第十七杯最后一杯嘅咖啡。我要从证述当中找出致命性的矛盾，还必须透过出示证物以外的方式找出问题。只能追问 ,ok, 疯狂问女。疯狂问女是这样问到她自己自爆的东西出来，接着再叫审判长去追加下去。一如这样说。重要的委托是什么？你头先嘅法院 ，Oh no！ 你仲未搞到差不多，而家咪俾你慢慢追问。Oh no！ 就俾你追问一下就死咗啦，即系遵守约定啊！到此为止啊，苦于咧觉得咧唔需要再审啦。Oh no！ 我顶啊！即刻就咁删咗集。哇！咁我咪有排删个集。有排删咯，个集要接到一个好重要的委托，由于早已得知咧日期，所以先事先准备。乜鬼话？当晚我唔系高龄屋嘅，接到一个重要的委托，早已得知日期，所以事先准备张相，准备嚟做咩啊？真凶系美丽嘅推理到李南身上，从银包里面更加就知道案发当日佢喺度。从启动过亦都可以推理出结果，按钮上冇任何指纹，一定系犯人揿嘅。当时身穿服装，提到嘅颜色咧，只不过系笔误，即系话所有都指向咧嗰、那个可悲嘅青年，必须揾出关键性嘅矛盾。从银包同门更加就可以知道案发当晚佢人喺现场。另外启动过一次的警报器都可以推理出结果，按钮上没有任何指纹，被告人如果按了按钮必定会留下指纹，当时身穿服装不会有，而恐吓信提到的宝石颜色不过是被害人的笔误来着。从银包同门禁卡就能知道案发当时佢嘅人喺现场，呢个佢启动过一次嘅警报器都可以咧，从佢推理出结果。启动过一次嘅警报器，你头先嘅发现。Oh no！ 哦，又删多次集，唉，好啦，又要再嚟过啦。哦，启动过一次嘅警报器。按钮上冇任何嘅指纹，亦即系话咧，被害人如果揿咗，必定会有指纹。亦即系话咧，如果个掣系犯人揿咧，当时身穿假面怪盗嘅服装，先唔会留得住。呢个唔通系呢个，佢唔应该知道系着嗰件衫啊？未搞清楚又系你，你终于露出马脚啦！嗰一晚。你果然就是身处在保安公司的老细的办公室。咩话？难啲，你又乱讲咩啊？难啲啊 ，Dander。警报器嘅按钮上面之所以冇留低指纹，系因为咧天灿喵咗当时着住嘅假面怪盗嘅衫，就系咁啊！我推你冇错啊。我呀，先生，点解你会知呢件事嘅？
我唔係好明白你咩意思喎。我忽然觉得好好入。有座呢前往犯案现场的时候呢身穿假面怪盗的服装是几时知道呢件事嘅你哋。啊呢我记得係几个钟头前。在我第六杯的时候呢我喝。欸我冇同各位讲咩对唔住因为一直都冇同大家机会冇机会同大家讲。冇错啊被告一直呢冇将呢件事话俾任何人听。能够得知呢个事实呢只有今日参加审理嘅人。你终于听得明白了哀牙侦探。你根本唔应该知道呢件事。你今日一直呢隔离嘅法庭呢以呢个假面嘅怪盗身份呢受审而点解你会知呢件事嘅。即刻被人异议喎反正呢呢个侦探就係知道。或者好耐之前已经知道佢。我就係質疑呢个机会嗰一晚上呢幽座呢身上穿着呢个假面怪盗服装如果哀牙侦探呢会知道呢件事咁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一种可能。请各位再次回想回想呢嗰日嘅证述。当我入到老板嘅办公室之后呢有个可疑嘅人影。幽座呢曾经一度呢瞬间目睹过呢真空。但系呢 D 站呢佢并冇呢指出呢个系咩人喎。应该呢唔知真空呢到底系咪哀牙喎。呢个证述呢必须被逆转。幽座在现场目击到真空反过来说是真空见到幽座。是真空当时目击到幽座。唔通你想讲嘅系。嗯跟住呢你在案发当晚目击现在命案现场目击到呢个假面怪盗就喺你杀害毒岛先生并且殴打 D 站幽座嘅时候。能够得知佢着咩衫只有嗰阵。哇做咩爆炸。好似要暴走啦。咬你暴走。为咗执球呢背得上本天才嘅对手最后呢终于自己呢都做过呢个犯罪嘅陷阱嘅可怜事。寻日都咁讲过。不过呢其中嘅意义呢但係天差地远。搞掂完了唉即係个呢错综复杂嘅案件好怪呢 D 探幽座嘅哀牙侦探呢其实都被呢个毒岛黑兵卫呢恐吓哀牙呢侦探是杀害呢个恐吓佢嘅人之后呢试图嫁祸俾呢个 D 探幽座而佢都为咗逃避杀人罪呢尝试以假面怪盗身份呢获判有罪因此佢諗到嘅方法就係利用呢一事不再嚟嘅原则啦做出呢不在场证明我哋终于找到真相不好意思。我哋揸少少啦就令无辜嘅请嚟呢背负污名即係杀人犯呢咁重大嘅污名添。我请各位唔好无视我。啊原来你喺度啊当然喺度啦。嗰个关于判决我哋都知啊你冇杀犯呢个杀人罪有。啊係啊你可以理解得好高兴不过。我都系呢个假面怪盗嚟嘅。我昨日已经呢获判无罪嘅嗰个一事不再系咪呢种情况。啊俾你咁样讲唔小心唔记得咗呢件事啊。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之前被告觉得冇错一事不在你原则是无可动摇。既然他已经获判无罪的话那就再都冇办法起诉他。那就表示无罪啦假面怪盗。应该就是这样啦。OK。哎好啊反正就是这样啦判这个判决啦。搞定。好。咁样好咩咁样好似呢我赚到喎唔係喎点讲都好我好似偷咗唔少嘢喎。做得几好喎成布堂。最近呢真宵都唔想叫我出嚟嘅。係咁啊。咁少嘢嗰个孩子呢最近似乎有啲迷惘。苍冤流度假当家喎。如果继承当家呢意味住同母亲别离嘅令你母子你要多啲陪住呢成布堂。有机会再见喽。天尋者食波糖先生恭喜你幽座呢段时候应该开心啲嘅你嘅杀人意味已经洗清而且呢连呢个怪盗嘅刑责呢都免咗相对地我都失去咗一切我会被呢个公司炒咗仲有成为一假面怪盗一切呢都係为咗佢佢呢个世界上呢最真呢就係犯罪者卑鄙嘅犯罪者绝对唔可以原谅我明明知道但係被呢个公司炒咗之后呢冇晒钱好似啲咁嘅人呢一旦冇钱呢就冇任何魅力嘅。我记得希华呢会抛弃我离开。所以你就要做怪盗啊。
冇错，不过一切咧都结束啦。我哋嘅镜子啊，冇办法咧恢复原貌嘅，真系可以破镜重圆。放心啦，佢会证明俾你睇，又系我，点会突然之间将将个波包喺度？有做啊，破镜可以重圆嘅，吓、啊？我唔知道，我唔知要写啲咩喎。有啲咩可以拣啊？我唔知道拣啲咩喎。破镜啊，破镜还是可以重圆的，可以填啲咩俾佢啊？宝石与怪盗彭好似点解唔可以拉落啲睇？我想睇下。剧照，俾个银包佢睇，乜都冇人包。狼人直播依依，出示证据，应景。我系律师，个壶碎咗嘅樽都可以重整个壶啊，都啱嘅。个樽呢个啊？打破之后并修复，后来喺西入个箱冇人再见啊！彩雨之户咧，希华小姐帮我哋揾翻嚟，一直咧都相信你嘅，所以咧放心啦，我谂你咧唔需要操任何心嘅。太好啦，优作终于咧无罪判决啦，多谢多谢多谢，你一定好憎我啦！你点解唔将你嘅老实话俾我听？我真系唔知咧，你完全冇翻工啊，估唔到你真系咧假面怪喺度，你而家知道谂住点啊，唔会。呢次仲使讲啊！咁似嘅嘢我点可以放过啊？我飙车速度咧真系唔系讲笑嘅，只要有我喺度咧，绝对会俾人拉嘅。你唔系话最真罪犯吓？我唔系真罪犯，只系真呢啲卑鄙小人，就好似个侦探一样咯。原来系咁。要偷嘢嘅话咧，会发优助啊！要去偷嘢咧，会发出预告向对方宣战。我咧最中意呢一种有运动家精神嘅人。我预感咧嗰人系啱，只要同咧优助一齐，就可以过住刺激嘅每一日。哦，睇你真系好中意优作，为咗你咧帮优作辩护咧太好啦，我唔会忘记嘅。哦，多多保重，面都红晒。系啊，点会嘅？你点会拣最糟糕嘅时候出现嘅？直播哥，你惊啊？真小姐喺面前同其他人大大又俾人打。哦，我意识咧逐渐朦胧啊，而案件咧就咁结束。不过点解镜子冇办法恢复嘅优作咁样讲？但我谂咧事情并唔计，并唔系咁，因为我哋都知道，毕竟咧连烂咗嘅壶都可以咧，好似咁样恢复原状。第二章《宗师的逆转》故事完结，咁都要看照药，至少会用看照，烟冲去死。第三章《逆转的秘方》啊。我哋差唔多啦，今日玩住咁多先，我哋下次可以，下次再见啦，各位，今日直播玩住咁多先啦，下次就玩第三章逆转的秘方，好，今日嚟呢度先，下次直播见，拜拜。